第36号本院绝对立法委员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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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
提议进入二读，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进行表决，现有民进党党团、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会委员洪泰声明，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罗委员明才、林委员德福，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表决结果：出席97人，赞成5人，反对92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，不通过。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。下一案。